本分局112年3月9日21时25分获报，在丰原区三丰路一段460号前发生汽车与机车碰撞事故，经警方初步查处，是黄姓普通机车女骑士从路边回转，撞击正在停等红灯之救护车，后对黄女实施酒测，呼气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，嫌疑违反公共危险罪之嫌，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民众应落实喝酒不开车，酒后开车找代驾或指定驾驶。警方对各项治安交通工作无假期，对于酒驾零容忍，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，以身试法。